咁而咧屬蛇嘅嚟講咧，原來咧2013年嘅朋友咧得幾歲大嘅咋？呢、這個屬蛇咧係最容易跌親、整親、屈親、扭親。咁所以咧，逢係嗰啲媽咪，如果呢個小朋友2013年出世屬蛇嘅，咁你帶佢公園玩或者我哋翻學，你都要睇緊少少。如果唔係咧，出年呢個生肖咧係最容易跌親㗎。整親㗎，咁所以就一定要留意，小心要小心㗎。